好好想想我说的话。滚！我看到我妈妈了，回家的路上，上课的时候，还有睡觉的时候，她就穿着那件红色开衫，就是她最喜欢的那件。小华，你控制一下你的情绪。我真的看到我妈妈了，是我杀死了我妈妈，她是回来找我报仇的。怎么办？她回来找我报仇了。每个人都会犯错，犯错并不可怕，你要勇敢地去承认它，去得到他人的原谅。你的妈妈是被你害死的，对不对？你妈妈也是被你害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不要再骗自己了。你只有承认这一切，才有可能打开自己的心结。你是恨你妈妈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心里没有鬼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了还有心结？因为你不敢面对，不敢承认自己杀死了妈妈。是的，小花，你别再说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都是杀人凶手。我们都是杀人凶手。你是杀人凶手。你是杀人凶手。我们都是杀人凶手，我们都是杀人凶手。刘霞，现在都自顾不暇了，还想的就别人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啊！你把我一切都毁了，你还问我为什么这么做？你要报仇，你找我呀！你对小华做这些是干什么呀？他是无辜的。我不把他拖下水，我怎么把你拖下水？疯了吧你！你妈坠楼那天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做错了事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就是杀人凶手。你胡说！有人亲眼看到。知道你的病为什么一直不好吗？因为你不配活着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死了。放开我！你妈九泉之下才能瞑目。放开我！你干什么呢？刘霞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刘霞。好好想想我说的话。滚！刘霞，我们回家吧。
到底是怎么了？杨有利为什么会来找你啊？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别问了。和小华有关系吗？啊？自从我出差回来之后，你整个人状态都不对呀。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，我只知道小华的病情反复，导致你心情不是特别好。但你现在很显然并不是心情不好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跟你说了，别问了，你能不能就不要问了？